美女双招牌，抢攻美食博览。欢迎来到香港美食博览，大家一起切切切切切切。几个台湾美眉嚟做双招牌，摆埋咁卡哇伊嘅 pose， 抢晒风头。当然够杀食啦！喂，动漫节过咗啦，仲玩日本妹 cosplay？ 系，原来呢个靓女负责派一蚊一只雪蟹，仲有一蚊鱼扒。经过靓女手，会唔会特别好味嘅咧？你谂住点样处理只蟹啊？而家唔清楚。莫非你为咗靓女先嚟买嘅？呢边都有日本妹學周秀娜食雪糕，见你哋食得咁滋味，搞到啲港女都买埋一份，仲即刻喺记者面前 show 下试食样添。嗰边有日本妹派蟹，呢边就有韩国妹煮面，一样咁可爱啊！哇，真系花多眼乱啦！我讲紧啲嘢食咋，有免费鲍鱼。哇，好食啊！有日本蜜瓜，仲有新鲜小笼包啊！真系数都数唔晒啊！一年五日美食博览，寻日开始咗啦，今年仲有夜间特卖场添。想睇靓女同食好嘢嘅，咪执书啦！喂，美光